喂，测试麦。喂，喂，你们讲个话。活着吗？你的声音有点小。真的假的？这样嘞？喂，喂，还是有点小。好，可以。他们在睡觉，小猫咪在睡觉。刚那只 EZ 是什么牌啊？感觉很强。没有，刚刚是我捅了。哇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我要换一路打打看。我现在你想去哪里？该何去何从了？我打个中路好了。你要打中路。你要打没有中路牌。的话，我去打上路好了。好啊，那我帮你奔一只狗狗的，打瑞苏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布朗姆，我又想去厕所啦。可是我是不是很快就选角了？还好哎，你还要到下两波，下两波，不是第二轮吗？第二轮哦。呵，那我去厕所。对面该不会出？到底要选谁啊？不要浪费时间，好不好？呵呵，继续练我的好了。拿我的 main 角出来好了。啊，你的 main 角是菲欧拉不是，哦？哦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其实路线是我面角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个社会排挤黑人呐、啊！你不要讲这种话。我是支持黑人的，黑人是我好伙伴啊，钻金五哎、欸。啊，选个地壳，我可能不用出去了。我突然也好想上厕所啊！不准！这边选露西恩呢、欸？你搞不好说要去上厕所，其实是，其实是要打东风战，还没有被你发现啦！I will be the best. I will be the best. 怎么了？好吃没有吗？打到蛋，没有打到蛋，打到什么的蛋？龙蛋。D&D？什么东西的龙蛋？野地啊！哦，奥利欧啦！通蛋，奥利欧啦！通蛋，他们还不知道那是他们的名字哦。还不知道，而且我们两个都一起念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欧里还是欧拉。所以以后叫欧里，搞不好欧里又会，两只都会跑过来，都会跑过来，两只都不理你们。欧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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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欧
那个与右手稳定交往中的说，学长，我突然发现自己是左撇子，怎么办？我就那时候就跟他说，你确定你不是左手吗？他还不理我。我说你是指什么时候是左撇子？他可以左右开弓哦。他这样脚踏两条船不太妙。左手用键盘，右手用盾。我上路打谁啊？纳尔啊！哇，要被点爆喽！寄猫跳台去那个信箱会不会爆炸？不会啊，你记得到我就收得到。寄猫跳台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啊？你开玩笑吧？我们要那个顶天立地的、欸。因为他们说现在猫越来越多了，要买越来越大的猫跳台了。对啊，要顶天立地的。我们现在是大概到太夸张了脖子的高度的。我们现在的猫跳台大概到脖子高度，我们之后要买到天花板的。下次让我跳跳看，会垮啦。你想干什么？啊！我想当阿帕啊！我还没去尿尿啊！搞什么飞机？八七啊！明天再尿。不行啊！打死都要尿，酸啊！啊！你要死了！啊！什么飞机骗人？我要开上，我只打那。你要开上，我要吃，我要吃吃鬼呢。开上，我要开。你不跟他正常对线吗？你会不会点回家耶？你说我吗？对吧、啊？所以才要先吃吃鬼啊。而且我上一次在宠物店看那个树屋的啊、哦，超可爱，要10000多块。重点是钱吧。自己做一个、啊，好贵啊！哎、欸，我看到网络上很多人自己订，哎，好可爱哦、喔。我不会做木工，我们有没有做木工的朋友啊？然后还要自己缠那个麻绳，木工很贵、欸，材料贵，工地很贵。那、欸、玩到什么？这也太嘲讽吧！你看这个，哎，中路，你给我出来啊，小乌龟！中路，中路不帮我打，哎呀我，算了，我没出水晶，你好像也打不起来。我要帮你打，对不对？嗯，帮我打一下就好。可是我还在转租哎。What the fuck？ 算了，放旁边。啊，忘记备份资料了，我要重玩。什么？怪物单独吗？我的那个 ，EAD。你有在玩？我真有玩、啊。还以为你会比较喜欢神魔之塔呢。神魔之塔。哎、欸，有木工呢。我们观众有木工呢。很有木工啊，真假的？我们有这么多木工。嗯，但是他讲了一句话，让我很不爽。怎样？我他妈的就是不帮宠物盖东西。坏。你说为什么？很有市场哎。对啊。我说就是不爽啊。而且那个小鸟的屋子不是也可以盖吗？对啊，我说那你帮我家薯条用一个。不要啊。好凶哦。我就想拿东西塞。我还没有吞，我还没有吞。快走，快走！上路残血。上路残，我猜乌龟在，不是乌龟啊，萨克在旁边吧？萨克哦，那怎么办？好想打。刚刚来弄我，我没闪现。嗯。
不过我快要单杀那只小矮子了。啊，是我蓝。对，他来的时候是那样了。他要插眼，哎，直接点燃我哎、欸！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那我绕绕，好像前进一点。可。可哦，往后吐，太棒了！我这没魔了，我没魔了，我没魔了，我没魔了。好好好。嗯，我又忘了标记他。这个给我。等路等我，他有交闪吗？他还有闪，我要死了 ，shit！ 不要跑，哎、欸，靠摇，啊，他没闪呢，嗯，想去哪里？哎、欸，没助攻哎 ，shit！ 你没打他，嗯。我不用推吧，那应该可以不用。一个失算。还是他还交闪。嗯。我回去了，没摸。哎，夏哥在我这。好。喜羊鹅。好这波。中不不不跑哦！这只纳尔是怎样？加入过去了，加入、啊、他没有，他没有，啊，他回来，不见了，下路不见，回来，拜拜，谢谢姐 carry。来了，真是时候啊！我看到你快死了的感觉。什么东西？你预感我的死亡吗？哎、欸，什么是？哦，上路好像不太行了。完了，要死了！他要推你了。哦靠！不是吧？他这是调角度原理。啊。他很会调角度哎、欸，可恶哎、欸，他先六等了。Every mistake is a lesson。应该不好杀他吧？嗯。不过他没闪没大。对啊。闪现没有闪，没闪、啊，可惜。我刚刚去中路杀人闪嗯，哎、欸，干什么？我靠！不要哦！我这个走位，我靠！我靠！哎、欸，我普攻为什么他要移动？哦哟，今天很多次这样子呢。七星大法没助攻，邪恶问他，这小法师有闪吗？
刚连闪都没闪，就被我吸星打，他的灵魂都被我抽出来，应该没有。OK。对面三杀都是我死、欸、，shit。没关系，这样是好事。坏、欸。就只有一路啊。你在边讲边想笑。他又要变大了 ，Oh God！ 没救啦，我只能靠 TP 去你们别路杀了。痛哦！嘿、欸，嘿、欸，嘿、欸、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会炸人，我会炸人！一，我来啦！我开了新大法了，新大法五秒。他妈退啦！他妈退了！退了，退了！我这草，这草有眼吗？没有吧？哎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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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好哦。我出去好了，我出去诱惑一下。惨险哦，诱惑。啊！啊！吸星大法，好像没有吸啊。打不赢了。哎呀 ！TP 取消了。上路没 TP 哦。要变大了，天哪！手法，干嘛、啊？哇，睡，nice！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！死胖娘，吸星大法！哎哎哎，上路没大喽！状态够直龙吗？什么鬼？等一下吧，我觉得上路比较需要我。我 TP， 你都回来的意思吗？嗯。好、啊，他应该有闪，打爆就不查。我好回呀、啊！他怎么被塔打、啊？他是不是断线啊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啊、是不是菜刀偷偷 TD？ 我没有啊。滴菜刀啊！我也不懂啊，为什么啊？滴什么的东西？红旗滴鲁夫啊！攻杀！好废的笑话！啊，废到笑啊！废到笑了啦！哎，小法，小法，小法，我来帮你了。不用。干嘛？不用。我想杀他。不要理他。好冷漠。给他回走啊！我也是、啊。哎，我也在发呆啊。support 不见了 ，support 不见了。干嘛啊你？小法走我。